最近竟然有人让我露脸谈原创 What? 头这么宝贵的东西怎么能随随便便给别人看呢俗话说得好只要没有头妇道你留油、啊、不过我是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的为了大家我决定把我封印多年的头拿出来这可是高考数学满分的头啊想看它的真面目吗点个赞我们马上解封交出你的赞，不然你的头就会这样。